零一跟零三有吗？零一零三没有。没有哎、欸。那谁中多少？来吧，刮吧，你的2000块，靠你了。加油！我是加油。你回1000也好吧，对不对？卖菜了你。拜托，我现在小年夜，小年夜吗？你就花那么多了，对不对？随便刮都嘛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出事啊？聚宝盆，开玩笑。那种不谢不谢不谢，等下小姐你请啊。你真的共估啊？对啊，我买2000多公斤。靠呀 ，Vivi 他回本1000块，好晃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个不用刮，这我看到你。你卖靠背。太晒。哎、欸，好像 GG 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没有，靠北，想喷我。哎呀，结果我们可以吃很好的宵夜。你做刮刮乐这时候最积极啊，跟你讲。儿子加油，儿子快，集气一下。我原本就打算今天来刮一板，就跟说要2000的，拼一张而已，还好啦。看，我今天就这样子喷4000，啊、哦，心好痛。你有中1000啊？哦，好的好的。哎、欸，你还要请宵夜啊？废话，我会请的、啊，放心了、啊，好不好？800，这张中800哦，好，换个换个换个。零一跟零三有吗？零一零三没有、欸。没有哎、欸，那所以中多少？100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是赔了2000亿。两千亿，我们是不能讲赔啊，我们做了多少公益？我们做了多少公益？对，你不会讲话，小爷一直讲赔钱。就是一开始你也不会讲话。那我吃掉了。好，你吃得下我就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他瞪我，超好笑。Hello， 欢迎又回到《来有点去旅行》。我原本是要录个小年夜，再加上除夕夜一个小企划，生活日常。不过我们在观音山下雨了，没有办法爬，没有办法爬。你看，看没有？波宜的上面很多雨滴啊，所以现在下大雨啊，不能爬了。他就是冰岛灯光师，然后画面在这里，冰岛灯光师就他。对啊，等下去哪里啊？胖，去巴黎吃东西。去吧，干两个大男人开车去巴黎吃东西，坐画面有点不舒服。好的，我们等下去巴黎晃一下。对，好，待会见。Hello， 在台北啊，因为刚刚开车开到一半，靠腰就想出太阳，那后来跟阿宽讨论一下，我们就决定上来。走吧，阿宽，走。冰岛灯光师跟家人后面有什么计划、啊、去长滩岛。长滩岛，太好了。去你已经去腻的地方。长滩岛去2次，是单纯是前公司公司员工旅游嘛。第二次就跟 B 别人去了。今年下半年如果我们要去爱尼岛，再考虑一下。因为我不是有抽到18000的机票吗？所以我目前去冲绳爱尼岛，听说还要再规划一个月亮冰城。哇。这完全不像生完小孩的感觉。妈的、欸！其实我连机票时间跟地点还多少钱我都不晓得，因为 Vivi 已经先买好，反正拿我卡他就给我刷下去。所以记得 follow 我们，我们下半年有很多题材可以拍给你看。你在那之前啊，先看一下我们的日常吧。现在是除夕夜，现在几点？3:30。反正晚餐前回去，我要起路了，看不到雷达站了。天哪、啊！反正我们很搞笑，就这样上来，然后雾茫茫的。
怎么看不到？怎么看不到？原本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。好吧，我暂时看不到，看一下我的照片。这就是我之前来拍的。拍摄，我可以剪一下，我觉得可以。OK， 那我跟阿宽现在已经下山了，准备要开车回去。团圆啊，除夕夜，对，吃团圆饭，那就。老婆，这一叠呢有45,000，你鼓就出来的金额就是你今年的红包钱。我喊停，你就要停哦，你不可以故意鼓的哦。好，1、2、3，停！等一下，站在底多少？靠背，所以我做那只剩这一小叠啊，有啦，有1/3啦。所以剩下都是你的红包钱哦。那是我的，还你。啊，所以这些都你的。对啊，是我的。好、哦。